好，上菜喽！哇！这个是鸡汤，咖喱饭，咖喱耶，咖喱耶，哇！鱼跃龙哇，有鱼，门，哇，厉害耶，厉害，厉害，哇，很厉害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咖喱香，好香哦。是不是有一点咸？会吗？会吗？我还没吃，我不知道。还不错啊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很甜啊。很甜哦。我说有点咸，你说是甜。对啊。不是，妈妈咬太多了。对啊。对不对？对啊。太多了啦，还好，我再帮你弄一个。你猜猜这个是谁做的？这个应该是二嫂做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若仪做的。她平常做那个红酒炖牛肉的。炖牛对。对啊，炖牛肉，我觉得切工非常好，因为这样比较大块，它炖起来比较不会。所以是二嫂切的吗？刚刚好。厉害厉害。是吗？很满意咯。哦，很满意啊。好，接下来是鱼跃龙门。我真的很硬哎，到底有没有熟啊？可能过熟了。太熟。明慧你做的啊？真的是咬不下去。这个代表这只鱼很健康哎，当牛排吃。当牛排。鱼排。所以也是有一点淡，淡哦，好，因为我不是吃比较淡，还是要加强哦。好喝。对啊，你本来就很好养，从来不咸的。不咸。你知道他们两个男生喜欢吃什么吗？以前我们都是用那个铝箔纸，包起来去蒸啊，好像那个中秋节的 barbecue 哦，一定要叫这个给他们吃，哪一个第一名好了、啊？哪一个第一名？啊，还要评比？这是咖喱，咖喱，咖喱最好吃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甜的吗？是的。因为我长得甜啊，哎呀，好冷哦，好冷哦，妈！你看他们两个随时都拉着手，我们脚是随时碰着，是勾着，我们脚是勾着，他们两个随时到哪里哦，都没有，他没有呢，妈，我们16年了哎。表演一下好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人家都叫老公老婆，你都没叫，叫我给我听听看，老婆，你看你们听的都在笑，大家也会笑，我是看他笑我才笑，大家也会笑啊，人家都叫老公老婆，怕大家听得想吐，对啊，我本来就很害羞，我是不是很害羞的人？不是，因为毕竟偶像出身嘛，对啊，对啊，你问妈妈我是不是很害羞？对，从以前一直很害羞。是啊，你们差不多小朋友在家要回去了吧？对啊，谢谢你们今天来陪我。好，下次换我们。你们两个坐。你们两个坐。我好，很期待哦，不要再烧红烧鱼哦。